Sprinkle。最主要是它吃起来不会太甜，然后有那个古早味的做法。小时候出这个东西，感觉现在出到就很回味了。这核桃酥哈，我煮发现了哈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爱吃。伊会甜，袂讲足甜。啊，加起足酥的，酥香啊，酥香。基本上网络上我们有官网可以订购，那各大商城基本上也是可以看到，我们也都有上架。那实体通路的话，我们只在台南部分有实体通路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来品尝看看。